虔诚上香善男信女来求姻缘，台南市府和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日前举办联谊活动，促成不少良缘，当时报名大爆满。庙里面整面楼梯墙上都是贴着还愿的结婚照，还不乏外国脸孔，曾顺利求得姻缘的小姐特别来还愿。然后到最后来到鹿耳门之后才知道说，哎，原来他是在这边求的红线。然后我之前也是有来这里求过。台南市正统鹿耳门圣母庙不少人爱来这边求姻缘，还有求姻缘的小物可以结缘促成佳话。蛮灵的。香客还是很多，对台湾来讲应该是说蛮灵验的。而大受欢迎的单身联谊活动8月20号又要举办一场，这一次开放800个名额，配对成功的话还可以得到香客大楼一晚的住宿券。15号开放报名后半个小时不到，男生的名额全满，女性的名额也在4个小时之内额满。庙方还接到至少200通以上的电话要求加开名额。对，而且背着你开始记录到这样子已经有4万多对插旗啊，6万多对也配对成功。庙方表示，这一次参加的男女，男生平均34岁，女生33岁，学历都不低，甚至还有不少硕士生，而职业则是各行各业都有，其中以科技业占30%最多。也希望透过联谊活动搭建起友谊的桥梁，让月老帮忙成功脱单。华视新闻台南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